来，手摆这儿。好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假装睡觉。你到底想干嘛？这个画面是这样子，你已经睡着了，让我悄悄潜入你的房间，趁机偷亲你。亲？我不干。别怕，不是真的亲，做个样子而已啊，不会碰到的。我有一种不想的预感。没有不想，不要多想，你就自然一点，我会保持距离的。你看，我有你很好的。你太近了。近才有效果啊，就这个距离，你不要乱动，不会碰到。闭上眼睛。你睡觉就睡觉，皱什么眉啊？我做噩梦啊。松开松开，这个照片要唯美又浪漫，美方才会喜欢呢、啊。木人，上次攻击。